陈冠要求脱衣画妹服，太太陪的夫人又折兵。这个女生她老公有外遇，那这个老师跟她讲说，这个哈就是因为你的魅力不够，我要在你身上画上魅符，全部都脱光光。她想说我的魅符，看她会不会产生这个效用。她老公回家一头白揪啊，结果呢，不但没产生效用，她老公还…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，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